乡最近的所道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胜宫为咱所提供的节目，咱收音机声调频公播网89.3做了播出。有需要服务唔免客气，昨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现场开放一线电话5966449这个电话，咱拢会当来甲利用。那有需要咩想来做服务的吼，咱都电话呢甲卡这个啦吼。啊，咱那是吼，啊，伫个现场，咱有一挂朋友，啊，咱讲要用现场的电话呢，吼开讲啦吼，啊是讲你有啥物灵验的过境啦，啊是讲有啥物问题啦，需要啦，咩想伫空中来做解答的，都没有关系啦吼，欢迎大家啦吼。来听一段好听的梵音信歌。一缕馨香燃尽红尘万年灰，燃尽红尘万年灰。蒲团残破前生今世因果轮回，善恶终有归。一句梵音传唱佛陀大慈悲，传唱佛陀大慈悲。仰望明月无头阴晴圆缺，自古难全取寒夜是美。临佛遥望寺，遥视如来琉璃光，一生跪拜放下执着妄想。临佛遥望寺，遥视如来琉璃光，一声佛号祈福万众安康。好听吼，因为久咱也唔捌播过，吼啊久久啊，甲听一滴啊，南无药师琉璃光。咱咧道亲啦吼，讲没想是这样，你真该唔是讲道藏养生吼，道种养生学啦吼，啊到底来的也。内容然后你们大约讲一下，我这内容足济然后，如果呢讲到养生然后，咱来讲道教修炼伊个理想个目标，大家都嘛知，哎，看会当长生不老不？哦，咱讲道教养生学不只是长生不死、长生不老，还要得道成仙然后。虽然这是一个目标。但是呢，唔是讲虚无缥缈，吼、哦，嘛唔是讲吼，啊，无可能，啊，无可能要闹八仙，对不？要闹李洞宾仙祖啊，啊，要闹钟离老祖，要闹何仙姑，吼、哦，啊，要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对不？啊，你讲无可能，啊，无可能，王重阳祖师，伊哪有可能来渡七金？南七金、北七金的该成就，成为真人。嗯，啊，你老公，这里在有你护骨，论养生，包括咱人吼精神的养生。用食的养生，用修炼的养生，甲用咱的精神上的养生，迄是无同，站处无同啦，站处无同。啊，所以讲吼，咱袂当讲吼，阮家己无才调，嘛无迄个耐心吼。但是咱去好觉讲吼，这养生之道，啊去好觉精神养生之学，你去甲否决，那就错了哦。所以较早的人咧讲到清净雷观造梦尊师，吼、哦，啊是讲吼尊神，吼、哦、修业，这就是吼、哦、咧练，那边啊练，咱的形体养生，吼、哦，对咱这个五行开始，对呼吸开始，对胎息呼气开始，导引按摩，这种是啊。即有个人讲用这菜刀，有个刀钝钝啊，但是用毒的，你知无？哎，你毒你的气脉。有个人是用拍的，吼、哦，用拍叫做吼拍手，哦，咱常讲拍手功，过来是讲用咱的手去拍身躯的，迄种拍打。拍打也是对我们的身体有用呢。导引、哦、按摩、舒解、吼、哦、疏解到咱这个啥气不通则痛的这气节部分。这种是哦，这个养生都有关系。啊，恁人讲来浸卡，吼、哦，像这么寒天，然后咱用甲用拍一挂姜母兄兄，甲落去浸卡，可能对这个卡底涌泉穴吼，为卡底，可以呢，咱卡底下来底做些穴道，你可以温阳啊。咱人呢湿气甲袂遐尼重，咱人身躯呐反湿毛病就多啊吼。啊，你讲导阳得理。咱这个现代世界的人啦吼，咱作为这么现代的人，吼，咱讲要安怎保养得理，以尽性命，必享天人。吼，咱讲养生益寿，搁只各方神翁啦吼，以这养生论来底，伊就提出了养生修炼的原则。第一讲啥，修行以保性嘛，修咱人的原性，就是咧讲咱修咱的个性。会当保咱的元神，为什么？咱人的个性急躁，你甲想，咱的元神会散无？会啊！所以讲修行会当保咱的神，安心会当依转行。啊，既然是修行依保神，安心依转心啦吼。修行依保神，安心依转心，爱憎不切依情，游戏不留依意。那么呢吼？咱对勃然无憾，勃然无感，好、哦，咱的体啦、气啦，和平嘛，呼吸吐纳，呼吸用心，使咱的形神相亲，表里俱节嘛，啊，就是咧讲表里俱足，啊，所以讲吼、哦，按这个各方神翁呢，这养生的方法啦吼，咱讲道教修炼的要点，吼、哦。要跟你讲，就是精神的修炼，甲修行安心的功夫。精神修炼若好，咱的性地过来愈柔，吼、哦，修行对咱安咱的心，咱人若未暴动、未暴躁、未暴怒，你就不会去惹是生非了吼、哦。这人啊，性地柔柔啊，吼、哦，对待事的分析比较呢，智慧提开出来。咱人啊是足暴躁的人。啊，就一句话，你就暴跳如雷啊！啊，迄个时阵，你的智慧变啊生出来。咱人无得生智慧，就是个性急躁。过来就是啥？吼、哦，咱极表现的人呐、啊，吼、哦，有时阵呢，吼、哦，对咱的形神，吼、哦，会受到真大的影响啦，吼、哦。所以呢，咱该讲吼，这个、道造养，道种养生学第一章啦，吼、哦，第一章有写一二三四五，啊，说。第一章他就在论养生、哦、你说我们的体气要和平、哦、我们的呼吸吐纳呼吸就是我们的吃啦我们有的在时、啊、就有人问说没像自己在时是吃饭比较好还是来去早餐店吃
食较营养的早餐店有啥物营养的？汉堡啦，有诶无诶啦，薯条啦，吼、哦，啊是讲吼、哦，有一支欠的迄种叫做啥？啥物肉骨啦，吼、哦，啊這种早餐店有诶物件，吼、哦，不管煎诶啦，吼、哦，啊是讲汉堡用烘诶啦，或者是讲咱咧看人咧煎啥，吼、哦，蛋饼啦，早上吃这个会比吃粥好吗？会比食糜较好吗？但是润养生内底，吼、哦，伊讲润咱的胃，哎，是食糜。古早人讲的一句话，较早的人会讲一句话，讲人来食暗对练丁感，人来啉暗对练丁感的意思。迄、那个暗，较早咱煮饭是安怎煮的？较早咱煮饭是用大鼎，吼、哦，安尼煮。啊，即卖有老人无喙齿的，还是有囡仔细汉的，咱的即卖。鼎在滚，吼、哦，安尼的饭煮到要成啦，唔成，伊会加下一壶水落，互伊滚啦，滚到差不多的时阵，伊就甲这个暗流起来，流这个暗，吼、哦，互老大人啉，还是讲互囡仔润气，咱讲润胃，吼、哦，小小啊啉安尼。所以古早人来讲，啊，人啊咧艰苦病痛，都那会起来会坐啦，那会当啉暗，伊就会练丁感啦。我话啉暗就会练丁感，意思讲，伊会啉暗就要有气力，伊就暗呢，对咱来讲，唔只是吼润脾胃啦，吼、哦。所以讲，嘛，互咱人安怎有迄个啥暗汤，就是咧讲着米，伊内底都有气，五谷嘛，五谷内底都有气。啊，咱即卖人诶，主宰是主脉，有诶人甲南白木逆落，有诶人甲南乌木逆落，嘛有人甲南人经肝落。为虾米？润气，还是讲润吼咱诶五脏六腑。吼、哦，早时啊，卖讲干阿食清脉，啊，较早诶人闹清脉，你若会晓啉暗，咱就讲爱练丁干嘛吼、哦？有啉有食，就表示迄个脉诶气，本气啊，吼、哦。咱甲先留一挂暗膏起来，迄、那个暗膏营养是上好诶，互老大人无喙齿会啉啦吼，或者是讲，互迄囡仔吼，啊都无啉好食，啊就甲滚诶，滚迄个暗，互啉暗汤安尼，啊，这就是咧讲，咱人诶五谷会当养生无会啊。吼、哦，安尼来讲早时啊，安尼都无，咱都无时间去煮糜，拢无咧食糜，那么你去外口食，啊，看你要食虾米，吼、哦。但是呢，吼，以道教养生学来对你讲的，食糜才是食糜是上标准的啦吼。因咱规暝嘛，规暝咱拢总吼，胃肠无咧已经无物件通好啥，无物件通好消化，因咱咧困啊嘛，啊咱无食点心的关系，啥五点外至六点，六点外咱食饭，食暗饭，食饱，咱只九点外十点外啊去困。规暝呢，哦，咱的胃就已经空空啊，拢无物件。那么你早时卖甲食冰的，你甲啉一个暗糜啊，和先和烧一个温暖一个，好、哦，都叫做润啥，润咱的啥胃经，然后润咱的胃经。安尼呢，对咱的身体唔是无帮助的哦。但是你点讲，每项事者啊，你减讲几项，啊那是吼、哦，糖分足重的人都讲未使食糜啊，啊嘛未使。白米食伤济啊，啊，若有糖分，要安怎？那当然啦吼。伫咱人的体质内底，伊有足济五忌啊吼，该忌的还是要忌。好、啊，要怎么吃才能健康？那就慢慢去看道藏养生学。伊唔只是干呐教你福气，吼、啊，嘛唔只是干呐教你讲吼导养。导养就是爱讲教你引导你安怎保养你的身体。导养要得理嘛。多用身躯爱得力，以尽性命，就是爱迄个合迄个力啦。素食养生爱合迄个力，所以咱的体的气要平和，呼吸吐纳，呼吸养心，要让咱的形神相亲。吼、哦，咱呢伫这个养生的方案内底，咱常讲吼，道教修炼的要点无外两个方向，吼、哦，就是精神的修炼。以及修性安心的修炼，修性安心，安咱的心哦，修性安咱的心，这嘛是爱功夫的啦吼。修性安咱的心，这嘛是精神上的一种上好的修炼呐、啊。
吼、哦，你也看咱人啊，诶，散气拢是啥？专讲人的是非较济，吼、哦。讲了就唔知通休困，有时啊讲了几啊点钟，啊种啊咧讲遐无用无用诶吼，啊底下咧论啥论啥，讲遐无用无用，甲你家己一点啊关系拢无诶，讲话讲伤久嘛散气呢，吼、哦，唔是咱伫静坐咧呼吸吐纳呢，吼、哦，咱咧讲话就是直接就散气啊，啊咱讲伤济。对咱来讲呢，是无营养的啦吼，对咱的身体嘛无帮助的啦吼。有的人话匣子一打开，哇，你要叫闭嘴很难呐、啊，很难。这也是一种坏习惯呐、啊，一种坏习惯了、啊、呢。还能今麦来讲个这个道教养生史，养生册内底面有。有这么多波啦吼，因为每一项我拢无多讲啊，我到教册念无恁听，我会跳者跳者安尼讲啦吼。就是咧讲着啥，咱讲基本上哦，咱对这个各方神王所设计方案，你为遮开始修炼精神，来发明类似做梦、尊师修业，这嘛是一个方法啦。那么锻炼咱的形体，要归纳精力。好、哦，你要怎么去归纳？要怎么去整理？第一个，你要先学要什么叫做导引行气复习。好、哦，道教最具特色、最富魅力的就是什么？引人入胜的养生方法。每一个人都弄安那，年过半百的时阵吼、哦，你就会感觉讲吼、哦，啊，大家衰家衰，这里也很衰，什么都衰退了吼、哦，就是啥五行拢衰败啊。五行衰退了，哦，那个时阵，咱要用什么方式，吼、哦，才会当吼，和咱的身体较用啦，吼、哦，啊，就是，吼、哦，和咱呢有一个因缘机会啦，啊，咱这套道教养生学，吼、哦，是为道宗，吼、哦，揭露出来的，为道宗来的所揭露出来的，总共呢，吼、哦，有差不多，哦，七册啦，吼、哦，七册。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哦、第四集、第五集、第六集、第七集都在说什么，你就豆豆啊，你就豆豆啊，豆豆啊看、哦、啊，此人必生说要还有二十几套啦，要二十几套，现在不是为了卖册才在说养生、啊哦、是在跟我们说，我们现在人吃很好的、啊、但是西游记的一堆吃到这样很丰富的，以前的人没什么菜单要配，无这个文明病，为什么即马咱人呢食到轨道顶？啊，为什么高血压的、吼、哦、糖尿病、西药剂的、吼、哦、生癌的，为什么这尼啊多？其实啊，咱真正无了解养生。养生你讲清淡也不能清得太清。嘿，有个人讲哦，我食川烫的就好，拢免油，歹势哦。你去予医生看，医生讲哼、嗯，啊你食安尼袂使。有个人讲我食较淡的。盐尽量拢卖下，结果破病的时阵去予医生检查，体会讲哇，你吃的太淡，盐分不够。咱的五行内底摄取量一定要有一定的标准呐、啊，唔是讲你即马拄着问题啊，这我唔敢食，这我都拢卖食，唔是安尼。你爱安怎去分配？你像讲糖分的人会使食水果无？会啊，水果是天然糖，因为它的。甜是天然的，你不是去给它加糖。但是另一个人说一次吃一粒你感觉太多，我们吃四分之二啊，还是吃三分之一啊，什么水果你都可以吃，就是要量，那个量啊，要刚好就好，它绝对不会影响你，而且还会让你的身体更健康、啊、来先听一段歌，然后再过来开讲啊。
今麦所收听这段好听的梵音，咱就收听到这啦吼。拄只吼，咱的淑英啦吼，师姐啦吼，你讲梅香师姐，听你的节目吼，通兼看足侪册呢。我是安怎讲？伊讲你的头壳内底吼，讲出来物件吼，都敢那一本册共款啦吼。我那咧想讲，今日应该梅香师姐讲啥物话题？好，我摇拢反正摇到呢吼，我安尼会通哦。那你会通了啊？伊讲无啦，我听你节目听十多年啊吼，啊感觉讲我有真济，包括迄神吼拜，你讲哦拜神都爱知影伊个历史，安尼你咧拜，咱个心呢则甲神个亲近。我、即句话我有足感受个呢。真正你即马咧讲吼，都一尊神个历史背景，咱就知影讲伊来伫咱世间咧做偌济功过好事，所以伊今日伊再来做神，这嘛是对咱人个一种鼓励啊，对啊。咱今日拜妈祖，吼、妈祖千几年啊，吼、咱今日拜妈祖，咱嘛是咧学妈祖个好，学妈祖呢大公无私，学妈祖呢吼、来修妖学，人讲伏魔，吼、咱魔呢唔是讲拢个斩斩呢，个太太要死，唔是安尼，魔。有时阵呢，咱道呢伏魔，伊会转好，咱就爱给机会啊。像咱讲妈祖无去托山修二妖，咱知影千里眼顺风耳较早是妖怪啊。但是即卖呢，成为是咱的妈祖娘娘的护法啊。哦，咱啊服侍妈祖为主神呢，边啊两大护法，千里眼顺风耳将军一定有诶。今日个妈祖那毋是因为用伊的德行去伏。千里眼顺风耳，伊都无左右，啊人伊都无左右护法啦，吼、方便伊办事，方便伊做代志啊，噶毋是？所以讲魔，有咧讲魔可刀，刀无魔不兴，为啥刀无魔不兴？魔可魔可可有鬼？你对上安怎？可有鬼？你只有法度呢？升级呢？所以咱人讲食苦当食补，就是安尼。今日你有拄到艰苦？你论有过，等下前回吼，咱个德公就讲伊较早吼做生意吼、了偌济钱吼，安尼了甲走路，为着要行人个负债，伊必须安怎比别人较拍拼，用心啦。几年后呢吼，负债行完啊，哎呀，够他安怎，也够他买一间啊出来安居乐业。所以有时阵，人讲失败也许就是你的增上缘呐。吼，有个人讲，冤亲债主，我都上惊冤亲债主。其实冤亲债主嘛是有时啊嘛是咱人的增上缘。你若无拄到去互树顶啊，甲你钉钉呢，互你去摔跤呢，吼偷车面证的时阵，你唔知影讲迄树顶啊会钉人。咱若无去拄到任何一个境，咱唔知影世间的所有的种种，你该爱安怎？该爱撇爱撇，该爱闪啊爱闪，好歹人你都分得清楚。你那是一个足安逸的人，人定讲安逸就是啥？唔捌受过任何刺激，唔捌艰苦过的人，伊唔知影艰苦生做安怎。所以伊的成就，一般啦，大事业家、大企业家，你也敢问有一本过去？每一个人呢、都有故事，他的故事都是从哪里开始？从苦难开始，从苦，从过程，安怎冲破，安怎突破，这拢是伊的过程。安尼来讲吼，不管讲较早的祖师大德，唔捌字的唔捌字，吼、哦、啊，无老爸无老爸，吼、哦、家庭嘛唔是大家拢真富裕。哦，咱即卖来讲初祖、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六祖拢同款，六祖慧能。咱对伊较熟悉嘛，因为六祖坛经大家较有咧讲，伊是南方的胡人，叫做哥僚，为什么？无读书的所在，嘛无文明的所在，但是伊有一个一佛性，伊我都记住着，吼、哦，咱讲伊个清净的佛性，伊个这个智慧这尼啊好，但是伊毋捌半字，所以咱人呢吼。绝对不是讲看外表啦，看这人册读偌济啦。有的人无读册，比你读大学的，吼、哦，伊的理性也搁较好，吼、哦，伊控管情绪也搁较敖控管。
为什么？人若捌字，无一定你册爱读悬；若唔捌字呢，你册读足悬呢，嘛是册读伫脚趾偏尔。读到博士，读到硕士，唔爱友好爸母的，无要饲爸母的足济啦。颠倒吼，做田的、做工的，也佫有照起工呢。吼、哦，对爸母要照起工。大读大不好的人嘛足济啦，这事实即么现代就是安尼。你成就越大，你不会回馈父母亲呐、啊，安尼嘛是等于安怎，嘛等于零呐、啊。咱人呢，忠孝节义来对，或者是伫五行来对，吼、哦，咱对安尼讲五德来对。你若无其中上无一个几行啊，从娱乐掉的，那你这世人，够你背话管呐，吼、哦，依然是无符合伫咱人类来对五德。那么呢？咱人也是要过来世间安怎？要过来重新。有的人讲，我考试考无过呢，我阁倒转来补习啦，吼、哦，还阁转来补习，还阁回来历练，啊，功夫还阁锻炼过，啊，等下我有入家啊，安尼我才要离开这个娑婆世界。人性不及格啦，品性不及格啦，吼、哦，孝道不及格啦，这个都不可能。你往哪里走？说你走哪里去，你走哪里去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能离开，不可能离开这个六道轮回。六道虽然我们说三善道啦，还有三恶道，问题是三善道又让你在三善道上管，你也是要过来世间。所以说走哪里去，就是我们的人品啦，我们人的人品过来就是好道品行，那不搞的丢了，就是个不及格的学生，不及格，你必须要重来。个修学分，个定修过，你 MB 啊，哦，你 MB 啊，就是讲这世人，你毕业你要往生，哈、哦，极乐往生仙界，还是往生哪里？因为你 MB 啊，你没有毕业啊，没有毕业，就是你所有的习性完全无符合人顶管的考核。啊，无符合顶管的考核，你就是延毕啊！你没有毕业啊！你这世人无毕业呢，无毕业过来无，哎呀，重新拼科技单，重来延毕，你必然一定要读到毕业啦！啊，咱人要毕业，所以讲用精神的修行来，用养生论甲精神的修行，会当帮助咱哦，一世间做人，咱要讲清净无为，或者。这吼、哦，在咱这个精神修炼内底，就甲恁讲啊，道教追求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要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呢，那无认为讲啊，咱人干是一个形体修炼尔。什么叫做形体修炼？就是讲姿势一摆，分数拍拍，咩想定讲的，啊，就形体修炼尔。你这个精神的修炼，吼、哦。要达到清净无为、离行造梦，迄、那个境界，你要看到愈修的人，伊清查愈简单，一出门清查愈简单呐。但是，伊讲离行造梦的境界，就是和咱的形神相亲、表里相济嘛。咱这可能走入了这个神仙的殿堂呢，神仙的殿堂。所以人讲道教精神修炼的核心内容是最高原则的，就是清净嘛。清净这两字，清净就是啥？清净你看啥物，拢你看啥物代志拢平等啦。你的内在清净都无所谓的，吼、哦、虚花嘛无所谓的，吼、哦、对外，吼、哦、你有啥物款向往？搁一样就是啥？看到你足爱的物件，你爱无着你的艰苦。不会有这种事啊！所以跟你讲吼，道教在讲到精神修炼，吼、哦，就是在讲到相关的原则，精神得志，清净两字啦，吼、哦，清净两字，讲清为清其心源呐、啊，清变那清，就是清其咱的心源性海，精为净其心海嘛，啊，所以讲清净心。圆啊清，即外物不能扰；性啊定，咱的神元神都会清明嘛。心海啊静，即邪欲不能作，精转而复心嘛。
简单讲啦，就是讲心地呢纯洁，精神宁静，内心纯洁，就没有欲望跟邪念，处之宁静，就不为喧哗甲干扰。所以咱即马吼咧讲到讲精神养生呢，吼还是围绕在清净二字而展开。具体方法有内观、坐忘、沉思、吼成神、所依等等，这是最富道教吼修炼的方式。内观又称为叫做内视，常吼欲闭目内视，闭目养神。闭目内视就是咱咧静坐的时阵。爱内视，尊敬五脏之形，要求咱尊敬对象，吼、哦，这个形象反映在咱的心中，是达到缩心入境的效果。内观嘛叫内视，吼、哦，做梦就是啥？咱的庄子较早庄子，伊是咧讲这安坐甲尊相来达到梦物坐忘。所创语就是庄子说的，好、哦，做梦。庄子呢，伊咧讲吼，要通过安坐甲尊相来达到梦物梦记，甚至物我两忘的境界，这就是修炼的方法。道教对静坐这个坐忘法进行充分的发挥，提出了信，咱等下讲信境断言修心甘肃，甘肃就是讲简单。直观、泰定、得道七个修炼步骤，咱人啊足复杂的，想法足复杂的，拄到一项啊代志，安怎顿顿未过？要简单，人讲复杂事简单想，复杂事简单做，叫做简事，叫做甘肃。你愈简单，你就愈会当修心，你就愈会当断下所有恶缘。信敬，咱人啊有信，佮有尊敬。那么呢，对这个断言、修心、甘肃、直观、泰定、得道七个修炼的步骤了哈，步骤，其目的就是什么？伊的目的就是讲忘却世间的一切，完全进入了虚境的境界。尊师就是闭目，就是咱讲的闭合双眼，微闭双眼呐，纯享内观。道教神尊呐，哈，伊安尼甲咱讲啊。叫做集中意念摆伫梦想啊！咱要集中这个意念，要来摆伫这个梦想，叫做尊心，专指着尊师心内内底所有心外形式种种的心灵。你的注意力呢，要完全集中于冥想神尊呐、啊！好、哦，你爱冥想神尊修一，这就是讲宗教内底集中意念，强化对一。集中对一集气合道的信用，所以讲达到控制咱的身心呐、啊、吼。在讲你若无在控制你的心心呐、啊，和你的心来乱乱飞啦吼。心你无法度安静，啊，咱要安怎？要安怎我都静。啊，所以人讲清净这两字啦吼。咱呢太上老君安尼敢讲啊，吼，福德一清一柔，一动一静，还是一静一动？清净为本，劳动为末，故阳清阴柔，阳动阴静。好、哦，这就是吼、哦，在咱这《清净经》内底都已经有甲咱讲，有个人嘛足够念，所以讲多所以能得者，即在自心嘛。多会当得，就在你的心呐。好、哦，自心来当得多，多不失传。啊，就是讲自心来得多，道不失德嘛。好，德是自德之道，不明为德，果言实无所得嘛。等下你得道的时阵，好、哦，你呢就无感觉你得道啦。好、哦，先老公无感觉你得道，因为这是你的日常生活已经把这个道印在你的心，在你的意来底面，在你所作所为所讲的一切，拢是合乎于道。那你都唔免讲你得道啊，无得道啊，本来道就在你的心内底。所以讲，为见忧心，罗君讲都不能得者，为见忧心嘛。吼、哦，既见有心，则见有身；既见其身，则见万物；既见万物，则生贪者。就是咧讲，咱人啊，愈想要爱，愈想要得，吼、哦，你就会生烦恼，你就会生贪着。
吼，既生烦恼，你就生妄想啊！妄想若生，畜生未息，你就变鬼落海，流浪生死，受地狱之苦，应该度过了吼。就是咧讲勇于道过，所以第二讲人呢，上清净，即住得道了吼。你只要你心清，简单思。复杂事简单做，复杂事简单行。人常清净则自得道嘛。于是而说，天尊妙用常圆。好、哦，就是讲天尊妙用上眼前呐，机体动心该自然，色果动心看动处，动处分明无这边呐。伊讲边际由来本性空，非观心照得虚空。自我因缘无自性，调人直入智慧宫，宫中宫外更清明，万法圆中一道平，清心清净交无碍，无碍无心心自在，平等道平无忧疑，天堂地狱随安置，心机累积不开盈。善恶欲空何处生？只为凡夫生意见，将以地上起众行，众行惹目千般苦，一一地观无在主，地观无主本无宗，只顾因缘集会中，中间随会相无会，放会无为任不通。若是有人知经义，行诸作恶，若能自心念想，深心受持，则能歼灭无量一切宿障诸恶冤家，皆得和合。就是咧讲了，咱无受苦报，邪魔外道都能降伏，各诸众生欲度恶难，各具清净，信修奉行。就是咱道祖拄则讲的。道不能得者未见有心呐、啊！你愈有心想要安怎，你愈用心想要安怎？因为你想要爱的，你想要得的，到尾啊，吼、哦，你就会产生贪着。所以也跟你讲啥？真正的得道，就是你身躯有道啊，你嘛，甲平常心的人看起来是同款的。无予人感觉讲，哇、哦！安尼一身躯穿甲安尼，互看起来敢那袂输讲，哦，毋知修外修外悬嘞吼。有个人安尼，规身躯安尼穿了，你看到你敢那讲，哦，这个人道行那真悬。会显山露水的人不一定道行会很高啦，不显山露水的人也不一定他不会啦吼。所以人讲，道伫你个身躯，你毋免等。啊！你嘛唔免功高，嘛唔免傲慢，你都安尼随缘自在，你都是有道啊！你讲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含在道跟理里面，你都是有道啊！你得到啊，但是你无去显示到你得，好、哦，你已经得到这个赞处啊！你无显示到你，好、哦，已经徛伫对，一定爱予人知影，要高高在上，所以吼、哦。道祖吼，拄则讲啊，即个诗文吼是非常的重要呢。吼、哦，哎，加减啊，甲读呢。天尊妙用上眼前呢，机体动心该自然。啥来讲机体动心该自然？色果动心看动处。你即马开始咧动心的时阵，你要看迄个原来迄个动的处，迄、那个动的处，吼、哦，对你是优，也是劣，优劣你要分清楚。是跟非你要分清楚，对跟错你要分清楚呢。好、哦，动处分明无边际啊，边际由来本性空。好、哦，非观心照得虚空嘛，非观心照得虚空，自悟因缘无自性。所以人讲吼、哦，刁人直入智慧宫嘛。啊，所以这吼、哦。平常时较认真念的吼，原来袂歹啦吼。这是伫咱的道藏养生啦吼，道藏养生学第四波啦吼，第四波内底所有的这个经文，每双先甲一段一段甲念来吼，恁听，吼恁知影这个内容非常丰富啦吼，非常丰富安尼。九天玄女，
本来九天玄女在咱的五庙当中是足严的啦吼，但是九天宝啊吼，伊是即马目前啊，即不管你灵学灵修啦，伊是主席当在咧监察恁的对甲唔对，吼啊恁呢，吼所有的分数呢吼，还有九天宝来评来评估啦吼。哎、欸，一入嫁也未入嫁，啊！这世人有 MB 也无 MB 啦吼，真正，咱来个听看嘛，九天玄女。天玄女，慈仁毕生功德服务电话591605啦吼。那个道亲呢，下晡时2:30毛这些时间，拜六你要到啊吼，就是咱11月初5，己亥年，就是咱的道要完道啊吼，完道就圆满啦。吼，爱恭上仙君。哦、啊，所以爱感恩圣君，爱感恩天地君亲师，所以呢，咱拜六早起，吼、哦、做这个弯道的科仪啦，弯道的科仪下午呢，就是全部个礼拜，拜六个礼拜，全部呢拢爱整理这个道场，然后整理道场。有闲呢，会道亲啦，吼、哦，哎、欸，会当到主崩呢，吼、哦、来到主崩，吼、哦，因为足侪人诶，啊，就大家来。吼、哦，会晓煮饭去煮饭啦，啊，会晓做完粿到做完粿，因为呢吼、哦，咱要进入啊，慈天必胜宫建中28周年庆，建功28周年庆，也是大事，嘛是咱的恭庆啊，吉安礼道嘛是咱的恭庆，17、18、19、19都是咱的恭庆，啊，所以讲11月19，咱17、18、193天吉安礼道发挥，兼做咱的恭庆。那咱恭庆的圆满，就是伫11月20中午，就是咱有平安福宴，好，咱敬天地君亲师做大团拜，咱拜这个宴王，然后啊来做这个大团拜，然后欢迎咱的道亲等来吃平安，然后母娘哦，祝福吃平安，然后咱的道祖甲咱祝福，好，咱唔只是讲吼做事业也好。家运也好，拢会当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所以叫平安宴，然后平安宴。拜六，咱下道，希望讲有闲的男众也好、女众也好，等下到三工礼拜嘛，同款。拜六礼拜这两工，好，啊那讲住较远的，我们叫你叫你住会使无？会使，咱有神房啦，提供神房吼，所以直接甲咱报告哦。啊，安道的吼，我跟你讲哦，道量即嘛无等无偌济哦吼，爱赶紧吼，爱赶紧报名，赶紧报名。啊有吼、哦，咱的道亲讲，哼、嗯，每上次者我也无收到恁的贴啊。我讲有哦，贴啊藏伫对，嗯，我讲贴啊藏伫，我甲塞落去吼，夹落去咱的这个农民里。啊有啦，我有收到恁的农民里，不过我咱无时间去看，歹势，你有收到农民里，无时间去看，所以你无现。你就无限着来，对讲啊，咱当时要拜道，
啊，所以讲阿伯吼，我会甲因讲，农民历，吼，啊贴啊，甲放伫外口面，安尼咱直接就看会着贴啊。因为有个人敢若农民历放伫桌顶，啊，我都无时间去看农民历，但是我都咧找无贴啊，因为唔知影贴啊夹伫农民历内底吼，啊才甲恁讲一下吼。啊，咱若无摕着农民历也无要紧，因为咱这邮局即嘛拢外包诶，伊无遐规矩讲，大家拢甲你寄到到位。啊，若准有甲规矩，有个人。看到咱的农民历，有诶买讲提起啦，吼、哦，有诶人看这农民历，伊买提，啊，所以讲吼，啊，咱若是无提着农民历，无接着农民历，咱等来供诶，吼、哦，等来供诶，那等来拜拜的时阵才做伙提，甲提农民历。但是咱知影讲，咱的拜道的时间都、就是十一月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日讲是礼拜，中道平安福宴大团拜，甲咱讲者，吼、哦，啊，那是十一月初五中道。以前呢，就是做这个弯道，吉安礼道拜道弯弯嘛是爱上架，爱弯道，弯道了后，然后呢吼，啊，咱就是爱做这个啥，道场的整理，全部拢爱个处理过，好，啊，过来就是讲，咱讲大灯呐、啊、吼，有诶吼，咱讲一挂清洁门，吼，清洁的工过，本来。大家拢讲，嗯，恁昨天毕竟讲足够整理，恁服务人员足够整理，整理甲安尼真清气，气氛看起来足舒服诶。你搁较安怎清气啊？吼，总是伫咱要二十八周年庆的时候，总嘛是爱搁整理过啦。咱来看起来感觉，愈新鲜啦，我们看起来会愈清气。咱讲庄严道场啦，清气就是庄严道场。一个道场你啊啊喳喳，看起来就不舒服。啊，咱就庄严道场啦吼，所以直接甲咱报告啦吼，感恩。啊，那需要香品、香油款、素茶、贡宝、小盘香、普灵灯，啊，咱那买吼，啊买啊做结缘呢，吼、啊，咱要寄送香啦、香品、香品，我免阁重新介绍。好，你买即马当两组，有送两罐，吼、啊，咱讲茶树精油的，啊，甲送吼咱的这个，吼、啊、咱。哦，眼霜呢？哈、哦，多等两周呢，剩下拢人顶起啊！哈，先嘛甲恁讲者，剩下两组而已啦！哈、哦，来，阿恁啊需要顾身体、疼身体哈、哦。虫草王山高宝张之王，或者是讲女性专用的，好、哦，咱的这个啥，啊、哦，咱金家人啦哈、哦。那么咱要结缘，咱直接打电话5916045，上重要就是你要安到，爱甲这个地址、姓名，哈、哦。囡仔出生年月日，有咧读书，你甲教，教起来就是按文昌笔，互咱文昌定位啦吼。咱若咧做生意，你要拜生意道，还是要拜家运道，都可以啦吼。咱伫遮呢，甲咱报告安尼。来，咱即马讲就讲，人是三宅之一啦吼。有人讲。一看面相，好、哦，都知影这个人的个性，敢真正有影，属实咯。形容，吼、哦，咱讲法相，这个人呢，吼、哦，你有慈悲相，吼、哦，还是讲这个人呢，吼、哦，伊很阳光，你看得出来吗？他的脸看得出来。妙相，心机，美好的形象，叫做妙相。所以咱的心性呢，吼、哦，你讲。除了王爷以外，法主公以外，也是讲吼，千里眼顺风耳以外，吼，啊一挂吼相，吼，有个人拢爱目睭凸凸啦，吼，啊，乌面的、青面的啦，吼，啊是啥物款的形体拢总有，迄种的这是伊在得道的时阵，哦，所显化的形象，咱为迄个得道的时阵去甲显化迄个形象，心性的咱都免讲，咱即马讲人，人呢是安怎讲的，咱要讲个。宇宙空间三宅啦，吼、哦、中就是咧讲到中内底面三宅其中，吼、哦、咱定咧讲天地人三界。伫这个吼相、哦，咱要讲代表啥？相就代表一个人呢，长得很清秀，吼、哦、看起来吼、哦、很有灵气。你一旦代表啥？你也看讲一个地界。好、哦，咱这智慧的心性、生活的形貌，或者是讲，从看起，很有灵，很有灵气，看起来这个脸很清秀，哈、哦，看起来感觉安那好感。伫面相学内底就咧讲啊，
吼、哦，心性咱免讲，心性是咱个雕的吼、哦，但是咱人是天地自然的。你对什么老爸老母生，吼、哦，你的祖源祖德，你所交感来面形面形，绝对是跟咱厝内底的人有相共嘛。但是即马世界各国拢生一挂畸形的，后迄个囡仔，吼、哦，一出世就狗的面，规身躯拢毛。啊，猫出世就美人鱼的，吼、哦，猫出世就奇形怪状的，为什么安尼？咱就咧讲吼，咱今日伫地界幽冥的国度，不管讲牛头马面啦，吼，还是讲咱人啦，受着痛苦煎熬啦，迄个苦相，迄、那个鬼魂的形象，会走来咱人的面上无？会富贵贫贱、衰败，吼、哦，优秀啊无优秀，这拢是宿命的标志。对你出生开始，一个生活跟咱心智的开展，生活跟心智的发展，伊就一直咧记录留存伫咱的身躯的相貌顶端。所以讲，咱要学习术法的人呢，你就爱研究发展出面相学。面相学，吼、哦，统计归纳各种的形象，吼、哦，所推算各类型的心智、命运。伊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即伫伊个面上内底看有无？伫伊个面上内底看有无？看有。所以咱常讲吼，莫做强求，自寻苦恼，就是咧讲，咱人爱认识、明白、形象差失，是咱个运甲命。伫咱个心智个发展，是咱个先天呢，就是咱咧讲因甲果。性格条件吼，你要发展个方向，要安怎？在这个世间呢，吼，出类拔萃，你的灵性跟你的因缘、因果、业力有相关无？有啊，所以人讲吼，心念动机会当引发这个磁场，甲精气神的灵动去改变相貌。吼、哦，咱咧研究面相学，主要宗旨甲功能就是咧创啥？就是咧看、咧研究啦，吼、哦，咧研究。这个人大约什么款的个性？这个人大约是什么款的习性？这个人大约以后伊的成就会成就到什么程度？看面相会准无？会。因为咱的面相是由因果所做的。一个人的腔调、智慧、灵气，他有没有灵气？这拢是对咱的因果里面所演化出来的。你若无因无果的人。哦、发上庄严然后来今日这部分就做到这在这里祝福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